待。家姐，我忽然间谂起，自从杨生搬咗出去，让咗呢间屋俾我哋住，都好耐啦，嘿。我记得好清楚，今日啱啱系49日。难得你仲记得，今日系娘亲七七之正，我已经预备咗，一阵去拜祭佢。我系斩柴，你系斩柴，系。点解你唔去拜祭娘亲咩？你去，我唔去。二弟，点解你唔去？唔通盲母之痛，你咁快就唔记得咗？你讲啊！我不是不记得，娘亲对我养育大恩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只不过我实在对娘亲不住，我不配，我不配拜祭她。我都知道你好想念娘亲，但你每一日只喺度弹琴，你以为咁就尽咗一份孝思啦咩？你以为娘亲喺九泉之下就有个孝子，史可瞑目啦咩？佢临死要你奋发图强，与奸细水不两立，系唔系？他要你义无反顾，你记不记得？记得。咁严大人对你的期望，你又记不记得啊？记得。系咁，你每日只系采树，咩都唔做，咁系点解啊？唔通你一啲勇气都冇晒？唔通你怕咗负担呢个重任咩？你讲啊！我唔系怕，我知道自己应该自己做责任，只不过自从娘亲过咗世之后，只系剩翻我哋姐弟两人相依为命。如果我一旦离开之后，只系剩翻你一个人孤孤零零，你叫我点放心啊？家姐，我求你原谅我，唔好对我太过苛求好冇？我不是说怪你，亦都不是怨你，
我哋只不过为咗娘亲着想啫。虽然我哋过去系好凄惨，但系你咁样做，我一直认为你都系啱。嗱，你咁有志气，我一个好似你咁细佬，我都觉得好自豪。刚才老夫听到壮士嘅琴音，起先就忧郁重重，充满愤世之情。继而琴音变为刚烈，慷慨激昂，足见壮士仲系一位胸怀大志之人。点解你会嚟到呢度？我今早去探你，你又出咗嚟，结果等咗成日都唔见你翻。你家姐话你平时好少出嚟嘅，而且你去咗咁耐，我惊佢上嚟咪四周围咁揾你咯。结果真系喺度揾到你。系啦，你仲嚟呢度做咩？我觉得好烦，出嚟行下。总之不经不觉就翻咗嚟呢度啫嘛。杨二哥话你最近好似好多心事咁，究竟有咩事啊？冇。我想问下你啦，我哋识咗咁耐，算唔算系知己啊？点解你咁问？如果你当我系知己嘅，你可以讲俾我听，或者我可以帮你分忧咧。我可以话俾你听，但系你唔可以同我分忧。喺你三年内。我有三个人令我最挂心，一个就是我娘亲，但是她已经死了。自从我娘亲死了之后，就只剩下我和我家姐两个人。我最担心的，如果我走了之后，就只剩下我家姐一个，冇人能够照顾到佢。仲有嘅，
日有機會，我先再同你講。聂姑娘，你又有嘢同我講，隨便講啦。楊先生，我哋姐弟兩人多蒙你收留避難，真係感激不淺。嘿嘿，聂姑娘千祈唔好咁講啊！我楊兒雖然係個生意人，但係深明大義嘅。聂兄佢受嚴大人所托，為寒解困，我又唔能夠大力咁幫忙佢，已經問心有愧。咁你哋而家喺我呢度住，都係小意思啫。但係，如果我哋咁樣繼續長住落去，我相信我二弟永遠都做唔出大事啦。點解？因為佢唔忍心留低我一個人喺處。哦，楊先生，聂盈當年曾疾世不嫁，以侍奉娘親，但自從娘親死咗之後，就更加心如止水。有一件事係不得已。就是我二弟一直到而家未提过严大人的药，以及母难之仇。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照顾我，才不肯离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聂姑娘，那你想我怎样帮你？我打算求杨先生你帮忙，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假装草案。假裝？你真的想娶我家姐？冇錯，聂兄，我是一個商人，並非富貴之家，但是亦弱足飽暖。如果聂兄你願意將令姐許配給我的話，我一定會好好地照顧她。楊二哥，你的為人我都很欽佩，難得你這麼提出，我都替家姐慶幸。不過先母死了无奈，我哋校服都未迟。呢一点我都知道，只不过我系同你商量一下，睇下聂兄你嘅意思点样。如果你系答应我嘅，咁啊等你玲姐服满之时，然后先再择吉都未迟。咁啊最好，不过我话晒都系细佬，就不便同家姐揸主意。等有机会。我会同你倾。好，嗱，咁我保持先。好，啊，姑娘，保持先。家姐，我有啲嘢想问你。你唔使问。点解？我喺出边已经听到晒啦。哦。二弟。你認為楊先生是不是一個可靠的人？當然是。是這樣，你就不用再擔心我了。是。得阿楊二哥咁照顧你，我都很放心。我而家亦可以去做我應該做的事。我想告訴你，明天我就要出京城。明天就要去？是，因為家姐答應了和楊二哥成親，以後他有人照顧，我都不用牽掛。是的，你入了京城之後，有什麼打算？
我都唔知。總之，我就一定係要去殺死嗰奸商合門，在公在私，一不了結。不過我呢次入京城，我都未曾諗過點樣下手。我只係知道呢件並唔係容易嘅事，我亦都唔想牽累到任何人，更唔想牽累埋你同埋你阿爺，所以我嚟把聲都要講，以後我哋唔會再見面。以後唔會再見面。除非我有生還的日子。好，我一定要咁做。我知你一定会咁做。希望你明白，唔知点解近来我心情总系恍恍惚惚咁，一方面想你去，另一方面又觉得你离开我好难过。我知我咁谂法系唔啱，而家你决定要去，你咁做系好应该嘅，烈正哥。我希望你唔好怪我。多多飘龙啊！你呢一次去到秦国，一定要带好消息翻嚟啊！千祈唔好辜负咗老夫嘅期望之后。多谢相国咁睇得起卑职，委以重任。卑职一定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秦王同我哋韩国交好，请相国放心。好嘅，好嘅。如果你能够说服秦王，我马上出兵伐晋，将来得到荣华富贵，大事可成，一定重重酬谢各位嘅。谢相国。
凤啊，凤，做咩嘢？哦，点解你仲唔瞓啊？唔知点解今晚瞓极都瞓唔着嘅。点解啫？精神又恍恍惚惚，个心又跳得好厉害。哦，你梗系日头做得嘢多，攰过头啫，早啲瞓啦。唔系听朝一早起身又要做功夫，唔够瞓啊，懵懵松松噶咯噃。系啦，你瞓先啦，我啱啱先入嚟啊。做乜你咁夜会摸嚟噶？我系行刺侠丽丽。吓？咁你杀唔杀俾佢？俾佢走甩咗。哦。探听下猎壮士的消息，估唔到喺呢度会见到你。佢都系啱先至嚟嘅咋。我知，佢行刺侠雷失咗手啊嘛。你点知？系丞相使人通知我嘅。佢话有人去丞相府行刺佢，我谂到九成系你。而家所有嘅官兵四围出动去搜索你，一定要搜到你为止嘅。咁点算好啊？我冲出去。诶？你千祈唔好，我已经调开晒嗰啲人噶啦。猎壮士，少不忍则乱大谋。点解事前你唔同我哋商量下呢？而家你最好就避开下先。呢件事只可以自取，不能力敌嘅。你暂时系咪匿喺我呢度先咯？唔得，如果我留喺度，争连累埋你哋。哦，咁你想走去边啊？见一步下一步，出咗去先算。啊，我谂到一笪地方啦，就离呢度冇几远嘅啫。有一次我上山采野菇嘅时候发现嘅，嗰度好清静，平时冇乜人到噶。猎正哥啊！不如你暂时喺嗰度藏身先，早晚两餐由我送去咪得咯。冇错，呢个办法都好，你就去嗰度避开下先。有咩消息，我会叫冯姑通知你嘅。咁好啦，韩将军，呢次真系麻烦晒你。唔好讲咁多啦，我哋快啲去啦。唉，咪住，为咗安全计呢，最好换晒我啲衫，戴咗我件帽。就算在中途被人追踪你，你都可以躲避得到嘛。